我黑虎冷暴生得很咯，今天趁着天气好，把毛给它降一下。我黑虎经历的一探，它就开始跑。今天我没有探，悄悄的就把它弄到了。啊，媳妇儿，你呢？嗨，我要剪头发了。哎，小乖新姐，乖，天天都凉快了，这天气热了，位置热。不能走开。那就好。来吧。因为我们这在农村，一出去跑，他身上有夹心鸡巴呀、大眼子啊那些。哦，黑白，黑白，乖点，乖点，那你哈。我，这待会儿混不当就行了。先讲一下嘛，啥事讲一下嘛。今天这个毛亏刀片的很，我买了几把新刀片。啊，对，还有。一般一把刀片剪一次个，就不得行了。那我就是跟他剪，黑虎就停到了，我停到跑到屋边菜屋边的烤烤的供来烤烤去了。我跟他藏起来。啊，多久的供你菜？供你菜，然后我就快点把它弄掉。最聪明的我黑虎。他一弹，听到我们一弹出来，谁跟他讲吧？他就跑给藏起来，只能悄悄的给他讲。啊，好厚了，讲的。连你都看不见了，你看。啊。其实黑虎不见的话，看到还是滚滚的。他跟他讲的稀不稀人？要。或者今天不行，明天能行？今天跟他讲。明天呀，洗不干的。好吧，那你等。澡还是洗的喽。这不行了，就把它。这都是没得原装刀片，我找着我多买两包回来。剪得到一会儿就剪了，没得了，就剪不动了。不是嘛？我中间每个月跟他认养的，每个月跟他剪呀。你等了两三个月，厚得很嘞，剪的话刀片又亏，可是不？你想嘛，你人剪头发像我们。你都要一个月剪一下的嘛？哎，那包俺拿来剪出来。那包那不是旧的。旧的要搞出来。用的不得行，我是把这包上去再说。我把这个还是新的哦。耶？这个才是新的。不然那包才是新的。哦呀，我手上都剪不动嘛，你给我来剪的动，你看看。哦，搞错了嘛。我的那时候双胞长得滋滋鸡毛，你想一会儿讲好多不得行，要蹭一蹭那边。还有那个别扭，还不？再给你剪漂亮点哈。哇，现在就没长了你，他剃了把它舒服点。至少舍不得画，是舍得画吗？把那时候给我剪掉喽，剪掉喽，我好不舒服哟。我发现这里面常常是。起了个羊包了你，来刮个。哦，我看他们新疆那些起了个羊子那个包，就像那个你。你别整凶狠喽，你别想一串串就整通噻，但是刀片经得住啊。我的皮肤弄了。你给我弄了嘞，他剪头发了你，多弄几下噻。我发觉你。跟黑虎起嘛，你起过一年的话，以后你就给你洗剪头发，开理发店都可以。反正你剪头发我给你起的，那我走。哦，这个是挺狗的动作中。哎，但是你那些不是理发呀，干啥子那都要洗洗的。哎呀，你黑虎坐起。洗起那种狗的，跟他剪毛洗洗噻个。嗯。你看我黑虎好听话，他自己都睡下去了，给你跟他剪。他可能身体不舒服。对头。所以以后要经常跟他剪了。哎，剪不动了，换了个刀片。现在天气热，不敢说，换一把新刀片。早上我要多买几包回来了。最后一把了。太。看土豆儿剪得完不？嗯，危险嘛。新的哈，别弄烂了。不得行劲儿啊！我这新家伙实在兄弟。好玩些。换一个刀片，你看，好好好吃哦。厚厚一层。我这和服本来。年前我们就是跟他剪，那个时候太冷了，不敢跟他剪，因为一剪了的话，害怕他感冒，狗儿感冒了也吓人的很。所以就现在热乎了，热乎了才跟他剪。以后我每个月都跟他剪一次。还怎么时间不得？新的。那围脖儿垫的那个也那个俺留的哦。哎。这个墙上有个，像扫把弄着好看。哦，才好看，因为它的尾巴是翘起的。哎，不想剪了你，哎呀，那不能了。
时间的紧紧的硬是。那包好好看，谁包了嘞？还站都站累了，怎么坐？站都站累了，我还没累的，我先累。身上见鬼了，见到脚本了，还差不多见干净了，还带一堆毛毛。来不，这个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今天我这客户很佩服，你就是剪得很漂亮。弯得弯得很。喊他站着就站着，喊他哭着就哭着，你看他动都不动。你看，他就笨的。再跟他讲嘛，他都不跑，是黑虎早都跑了。该你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我那个给他去了嘛，这个好。想去了嘛是？是。不是，去隔州的跟他改了的。你好哈，那黑虎弄子乖乖子的哈，别扭。他是第一次见，应该是。第一次见不怕，不怕，做到了。先别给他提上劲嘛。嗯，不怕哈。第一时间有点，第一时间有点害怕、啊。不要提上劲，有点冷。开门见。呵呵。别提上劲，有点冷。你老曹怎么哭哭的这样？哎呀，他是身上烦喽、哦，他就犟着那个毛哥就去了噻。还是乖，我这说的，他还是晓得听听的。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哦。乖乖的宝宝，这样了就好了。洗了，明天给他洗一下，明天睡八盆。是啊。我有本事让他留着。看不起了。好看的。哦，爸爸说弄多这种哈，别的地方都耍不到。来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还讲一会儿。过来。他听我的话，他喜欢我，他就喜欢我。来来来，成广东的了。这要叫唤，就干。嗯。把俺找件衣裳，俺穿就乱等了。啊。还在晚上拿回来才干净些。那个住的有屋屋的，明天的洗澡。看那个小兔子了，快抓了，来来来，好了好了，进来了，进来就睡了。黑虎和兔子都见了，你看毛都是一大堆。明天来跟他洗，今天我们就不跟他洗了，他把他冷在晚上来了。